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每天喝咖啡的人和每天喝茶的人，十年之后身体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？你喜欢喝茶吗？还是你喜欢喝咖啡？茶和咖啡是上下班族特别爱喝的一种饮品，很多年轻的白领非常的爱喝咖啡，尤其是北上广深喝咖啡的比较多，而茶则是作为国饮，是天然健康的饮料代表。 咖啡作为一个外来的物种，也是俘获了很多年轻人的心。有的人好奇了，每天喝咖啡和每天喝茶，那么十年之后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那么长期下去，身体有什么样的不同变化？说到了咖啡，年轻情侣喝它，主要想找一个可以安静约会的场所，所以这样的气氛。上班族喝咖啡更多的是提神。 尤其是经常加班熬夜的，都喜欢来一杯咖啡，给自己提神醒脑，非常的有帮助。有的公司都是外国人同事，他们基本上都是喝咖啡。很多白领喝咖啡是受了周围外国同事的影响的，而且慢慢的了解到喝咖啡，而且很多的好种。原来咖啡是可以这么喝的。长期喝茶的好处有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。 喝茶是能够助于抗衰老、增强免疫能力的，因为茶叶中含有多种的营养成分，如茶多酚、咖啡因、氨基酸、维生素。这些的茶多酚是茶叶的主要成分，具有抗腐化的作用，并且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氧化损伤，保护细胞的健康。而且，茶叶中的儿茶素、茶胺素成分具有抗氧化的作用。 可以预防老化，增强免疫能力。喝茶有益心血管健康。那么喝茶，我们需要注意哪几点呢？茶叶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茶多酚，这些物质能够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，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的，减少血管内皮细胞的氧化损伤，从而保护心血管系统。那么茶叶中的儿茶素、咖啡因等成分，可以促进心脏的收缩力、心率。 增加心脏的供血量，有助于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的。茶叶中的茶碱、茶氨酸这些成分能够扩张血管，辅助降低血压，减少心脏病，从而保护心血管系统。那么喝茶能够促进代谢，辅助降低血脂，降低胆固醇，减少动脉硬化的发生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所以，长时间喝咖啡的人。 那么，喝咖啡是外种的饮料，虽然没有茶那么的悠久历史，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受欢迎的。咖啡中的咖啡因比茶叶更高，那么所以具有特别好的去神经脑的作用。无论是喝茶还是喝咖啡，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的。喝咖啡有哪些好处呢？喝咖啡可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，提高注意能力和集中能力。 从而能够提高了工作的效率、学习的效率，而咖啡富含的很多的抗氧化物质多酚，能够中和自由基，减少氧化损伤，有助于缓衰老、预防疾病、控制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疾病发生。那么，多项研究表明了，定期喝咖啡可以降低心脏病、中风、二型糖尿病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等等。那么，适量的喝咖啡。 可以刺激多巴胺，提高人们的情绪情感状态，有助于缓解压力、缓解焦虑、提升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。咖啡能够加速新陈代谢，可以帮助身体更快的消化食物、吸收营养的物质的。那么喝咖啡可以提高体温、增加脂肪氧化，有助于减肥、维持健康的体重的。但是呢，咖啡并不是非常的完美。今年五月。 一项刊登在 BGC 的研究纳入了来自全球的二十二项研究中的九千多例的胃癌患者，还有是两万多名的数据对照。分析过后发现，喝茶与胃癌之间存在弱负的相关性。规律喝茶的人与不经常喝茶的人相比，胃癌风险可以降低百分之十，而且有统计学意义。然而，另一项针对五十万。 其中有效受试者为四十六万多中国人。前些性研究有所不同结论。该研究来自于北京大学的教授，在排除吸烟、喝酒干扰因素之后，研究人员发现，与每周喝茶次数少于一次的人相比，每天添加茶叶量超过了四 g 的人，发生胃癌的风险会增加百分之四十六。但是整体癌症风险以及发生肺癌。 结肠癌、肝癌的风险没有明显的差别，所以综合上述研究，无论是咖啡还是茶，其实抗癌致癌作用都不是很明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科学家们一直研究咖啡与茶的健康问题，但这些研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，不够全面。即使这两种饮料含有很多的抗癌活性成分，但仅是靠饮用的途径。 达到了防癌的效果，这不明显，所以无论是咖啡还是茶，充其量就是饮品，不能当其当做保健品，更不能过分的期待它们有显著的预防疾病的作用。平时喝茶还是喝咖啡，我们都要适量的喝，不能多喝，并且呢，茶中的茶碱、鞣酸对身体有特别多的刺激，要空腹喝的话，容易对胃肠膜造成刺激，时间长了。 对胃不好的，所以我们要饭后喝茶，这样不会对胃造成刺激的。很多人喜欢喝浓茶，特别是浓的咖啡、浓的茶。其实喝茶呢，不能喝太浓的，也不能喝太刺激的，不然的话对胃呢也没有什么好处。特别是喝浓茶的人，会引起肠胃疾病的发生。的，不管喝茶喝咖啡，主要是为了提神醒脑。这两者对比，能够看到好处和坏处。 所以想要提神效果好，那就选咖啡；如果不是要提神的，可以选择喝茶。不管选择哪一种，都要控制量。茶和咖啡都含有大量的咖啡因的，大量的摄入会造成健康风险。研究发现了，大量的使用一些咖啡、茶会产生焦虑、紧张、失眠。喝茶建议泡两次，喝茶每天喝两次，茶叶控制在三克左右，也不要喝浓茶。 喝咖啡的话，每天喝三到五杯，每杯是一百毫升，最有利于健康，可以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。对于过量的摄入咖啡因，会带来很多的不良影响的。建议普通成人每天喝咖啡不能超过四百毫克，孕妇、产妇则不能超过二百毫克的咖啡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咖啡、喝茶都能够提神，不管哪一种呢，都要少喝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。 咖啡、喝茶到底能喝多少？能不能喝？对身体有什么好处？你们都知道了吗？如果你们有更好的辩解方法，欢迎下方评论留言一起讨论哟！感谢你的支持，我是小安，我明天再见。